三，各位评审，大家好。为了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现在正在寻找可以取代的能源。氢气燃烧时，氢气燃烧时会产生高密度的能量和水蒸气，是一个干净的能源。然后尿布和卫生棉来当做基质，还没有开始被研究。然后我们现在用卫生棉和尿布来做暗板印发暗发酵，然后呢等一下，我们现在用尿布和卫生棉来做暗发酵，然后呢不仅可以增加生殖能源，然后也可以减少垃圾。三，我们以上有最佳水解效率的条件去做 pH 值的 pH 产生。由图表可以知道，尿布在 pH 6的时候产气量很高，卫生棉在7和8的时候产气量都很高。接下来我们用实验三的结果去做气象和逆象产气。由图可以知道，在尿布在 pH 6的时候逆向呈现和气象呈现的结果都很高，而卫生棉是在 pH 8的时候。然后同为基质的尿布和卫生棉，他们的 pH 值浓度不一样。我们推断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尿布和卫生棉里面的成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们有最佳产气效率的 pH 值。讲完了，然后嘞，我们报告到此结束，谢谢评审。OK， 好，剩38秒，时间控制不错。然后你们刚刚的缺点都改的还蛮多的啦，有改进蛮多的哈，所以是有进步。然后你还是不太熟，你还是会看稿，
我要你背到不用看就背起来。但是你要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还是要简单比一下。但是你基本上可以不用看着它就可以直接讲出来。所以你刚刚有一个词忘记了吧？就是你是讲到什么什么什么？暗发笑。暗发笑，对，暗发笑，你就好像可能觉得自己讲错，笑了一下，然后再你就忘记自己要讲什么了。对，然后要开始在那边找字。哎，所以其实你要再练熟一点。练熟到你知道它位置在哪里，用简单比一下，但是事实上你的眼睛都是看着评审讲，懂吗？然后你会笑，哎，我觉得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哦，所以这是你的优点，真的真的，哎，你笑起来很好看。那你是有看评审的，你有看着我的眼睛，哦，所以我觉得台风的部分的话，你是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啦。然后丽萍，你会闪我的眼睛。你不会直视着评审眼睛讲，你会闪。嘿，虽然说你也尽量不要说看着海报，但是你会闪。可是我们希望就是你基本上是要看人家眼睛讲，这是一种礼貌，人家会觉得比较受尊重。嘿，所以但是这个你可能会让你比较紧张，所以就是还是要练熟一点，但是要有自信。那你在讲的时候，你比较会有指到你在讲的地方。你的话，你在指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图，比如说你是要讲说，哎，它在 pH 值8的时候，它的产氢效果最好。那你应该要稍微指一下那个最高的点，或是那条曲线是最高的那条曲线啊。你不是啊，你就指一下，就是那个图，好啊，你自己看吧。你应该要稍微指一下那个点，或是那条线啊，嘿，稍微瞄一下，然后就看着大家稍微指一下。你用眼睛指着，就大概眼睛看一下，哎，它在这里嘛，好，然后就对着大家讲。对着评审讲，嘿，所以你在指你在讲的图的时候，因为你讲结果，你几乎是讲最多的，嘿，人家很多嘿，好，所以你在指你的结果的时候，你要讲指的精确一点，好不好？那你们的一分钟版来一次，快点啊！快点啊！从好，我是评审哦，哎，同学。你现在请你用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嘿，大概讲一下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一分钟的话，谁讲？你讲。好，好了吗？好，开始。我们为了减少十号能源的利用。然后以尿布和卫生棉作为基质来产氢，然后我们要找寻尿布和卫生棉最适当刻度，还有最佳延长浓度跟 pH 值。然后实验结果，尿布在10克还有6帕盐酸，还有 pH 6的环境下有最佳产氢效率，而卫生棉是在10克4帕还有 pH 8有最佳产氢效率。然后相同都是卫生棉和尿布。实验结果发现，卫生棉的产氢效率结果都比尿布好。啊！表情心简呐，40秒。你中间那个板几乎，哎，你根本没有讲到中间那个板哎。就可以用那个，那讲到可以讲到图。老师，觉得你要直接就讲结论。然后你图的话完全带过，就是讲结论，然后比就跟你会图，你会比图吗？其实也是可以。你刚刚又没有比图啊？什么？一分钟反正把图略过，直接讲结论。620元，快点，快点。620元而已，因为他说13.5是除以 m 三方是13.5，哎 m 三方等于多少？不可能，那他也才几？因为才到45度。哎，我出界了。我跟你讲，看嘛，南湖第一个那有三一，还有吗？
念皇宫了。哎，你昨天完全跳过、哦，哈、啊，好，好啦，好啦。我又想到了。哦，因为你二十还有二十秒哎、欸，要不要多多讲哦？真的吗？好啊。要不要多讲一下意象跟气象哈、啊？那完全没提到。好了吗？你要大声一点哦，你刚刚音量是有点小哎、欸。进来好啊，好了吗？好了，好，开始。然后我们为了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然后我们以尿布和卫生棉作为基质去做产前实验。然后我们要找寻尿布和卫生棉的适当克数，还有盐酸浓度跟 pH 值，好去看哪个最佳。然后由实验结果可以知道，尿布在6%盐酸浓度，还有10克尿布跟 pH 6的环境下，有最佳产前效率。然后卫生棉是在4%的时候，10克，然后再加上 pH 8的环境下，有最佳的产前效率。然后相同都是尿布和相同都是基质的尿布和卫生棉，有以上实验结果可以发现，他们卫生棉的产前实验结果都比尿布还要好。所以我们推断尿布当做基质来产生分泌的尿布当基质。哇，太强了！等一下，你最后那个结论啊，卫生棉的产清效果比较好。你那个好像前面的图没有提，对不对？就是的，就看所有图。你那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看所有图，它的那个中间那一页。你那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它高度高，但是0.864的。所以还原糖浓度也比较高，没事吗？还原糖浓度比较高吗？有，这单位不好。哦，然后再来，还原糖浓度也比较高。然后产气量比较高，然后那个氢气体积百分比也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最后面的那个结论的时候要再稍微带一下呢，因为其实你的这一条写得很清楚啊，觉得你卫生棉的话都是啪都是卫生棉的质量比较高，你就稍微带一下，不然人家不知道你那个为什么你最后就莫名其妙冒一个结论说卫生棉比较好，对。所以你这样的话应该顶多超过5秒钟，对，但是你很快带过的话，人家会知道说你那个结论出来了，或者最后那个你就看着那个图，然后后面的那个讨论的话，事实上也没有那个分析的结果，就是自己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刚才没有切来切去就有多5秒钟，然后就可以了。什么？就刚没有切来切去就有时间。哦，我知道啦。啊，你如果是那个海报印出来的话，你就直接讲了。直接讲的时候，事实上就不用现在进去了嘛。对啊，会比较有时间。然后最后你那个要带卫生棉的气尿裤了，效率比较高的时候，你就稍微再带大家看一下那个定位是什么原因，好不好？好，我就带一下。那你们，我要看你们穿正式服装，然后练一次。可以不要练。我礼拜五不在嘿，我只剩明天跟下礼拜一。你们礼拜二的话，海报会就会送去餐，会送去会场布置嘛。那我们要去吗？所以我剩，学校不是叫你们去哈？所以你们只剩礼拜四跟礼拜一，我要听一次，然后穿正式服装来。你有办法吗？有啊。哎，你不能买嘛，所以你要配合他嘛。我已经买好了。您上面是什么颜色？白色。哎，所以你们都像上白下黑哦，有点，去换去换去换，去换一下我看看，可以点套吗？啊，套啊，就套啊，套套看啊，我看一下结果怎么样。哎，给哪？699便宜啦，1件699一件，就是一套699一件，对啊，一件699一件，靠，我不知道，我看那个，哦，还好，哎，还好。啊，那这太扯了，我觉得有奶的，就是。
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它好花哦，其实还好。有比较深，它比较浅。哎、欸，它比较好看，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件它的哈、啊？那就不要啊。为什么不要？你这件上衣多少钱？我便宜啊！不可能，对啊，你有多少？我是怕你打电话去跟他讲。他为什么？他平常不给你买衣服啊？他又说，只是一个比赛的，何必要去买呢？就是因为比赛。那你没有跟他讲说，我以后推荐可以穿啊？有，我跟他讲，他又说，反正他不想听、啊。你跟你妈关系不太好。真的，我就不敢讲说，他说不要，他说你给我穿这套去就好。真的假的？啊？不会啊，他只是蕾丝边比较多。好啦，其实也可以的，蛮好看的啦。啊，裙子嘞，裙子套一下。我们去百褶喜欢短裤。短裤。啊。你也是吗？他的是百褶。我是这样。哇，你穿起来的好花，你上面花，下面花、欸，哎，好好好可爱哦、喔，哈哈。而且还好，你知道我们那一群的学姐，她说她穿衬衫，她说她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她穿衬衫就随便穿，然后没有怎样。那现在讲讲而已啊。谁、oh. 谁？朱星婷啊？对啊。朱星婷要比吗？她上次，她说她上次。那我没公告有没有？没有啊，那个刚金也说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虽然是在乱穿，金英没有跟她讲这样。那、啊、你们鞋子要穿什么？皮鞋我。什么颜色的？皮鞋。黑色，你嘞？应该还是皮鞋。黑色的。我还是要去跟我妈讲一下，因为我没有皮鞋。我也没有皮鞋，我皮鞋丢掉了。你就买一双，不会再可以用啊！你已经不会再发育了。真的，我这些话我跟他一模一样跟他讲，他又说，啊，这都是借口啊，那以后怎么可能会用到？怎么不会用到？他就是。你跟别人借，他就不相信我说我真的，他去借皮鞋，我说我什么都不相信。你穿这个裙子吗？不要，没有，我们要去买百褶的。你们要去买了？哎、欸，上次不是说你不能买，不是吗？因为不要这件柜姐，不能买重买啊！我没有百褶，只有一件裙子，我买百褶。你两个妈妈在家就这了。如果不要穿这个，然后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但是没办法上楼梯。可以穿裤子吗？上楼梯有很大的困难。不可以，都不可以穿裤子。裤子很好看吗？对啊，裤子不好看。不要，你要有经理的 feel， 你知道吗？女生就要色诱教授，没有办法。干嘛？好，我知道你比较难色诱了，没有关系。Virgin， Virgin， 你要登山哦 ，Virgin。Virgin， 还伟，他叫伟俊。伟俊 ，Virgin 是什么意思？伟俊。我把他叫得很，哦，只是一个翻译而已。哎、欸欸，那什么处女的英文是什么？处女吗？你说 ver 也是解释座，对，处女座也是 ver 处女啊 ，ver 就是处女，对吧？对吧 ？Virgo 才是处女座，所以嘛，所以我刚才哎，你们怎么叫他那个？ Virgin 叫处女。哎、欸，那、哦、我们要可以了，我们要离别，我要下去看。你们什么时候再讲一次穿这次？我不是要练发音吗？下礼拜讲好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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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再看那一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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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唱一次，太难听了。你就对嘴就好了，怎么边唱的？哎，我们要从最低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的政治服装什么时候会带过来？翻译吗？我放学就要。啊？学校皮鞋嘞，我要看全正式的哦。我带，连皮鞋都带哦。你也是吗？我回家不用吗？我们讨论一下。你今天就会回家吗？会啊。你们可以今天晚上找到一个用剪，明天再过来吗？一定会有用。皮鞋那种东西一定有用。因为我妈绝对不可能在今天晚上去玩。你们可以去跟静怡借。她通常都要用到礼拜六吧。哎，尿不足。明天中午讲一次，明天礼拜四中午，还是要你们要自己先练嘿。哇，你太得干嘛？打架嘿哦、喔，第一人哦，醉汉嘞。然后你们三个先走，不好意思，你们去给我改那个小论文格式嘿。好，我下来帮我看哦、喔。好。
你边走边唱。而且我们还要再讲一次吗？讲啊，现在我那个要不上次吗？没有，没有讲啊，快点来，有没有讲啊？要讲。不知道明天下午我要看周朝戏的，明天中午我看你们，然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礼拜一吗？那我们礼拜一好不好？礼拜一我要穿这身服装，如果要怎么洗？什么洗？不用洗了，不用洗了。好好好，妈妈说穿衣服就是。你才穿一下而已。妈妈说要洗。下下而已啊。那个妈妈说要洗。哎，你不会礼拜六洗一洗哦，礼拜天再过来啊。那、啊、不是礼拜一我穿的话，我要拿回家。啊，礼拜一穿过，礼拜四就穿一次不死掉了、啊。礼拜一穿你就套个那么十分钟。那不要穿。会脏啊！不要那么洁癖好不好？不，照有洁癖。不要那么洁癖啦，反正你都可以。没事。妈妈不喜欢。妈妈不知道。妈妈又不知道。对。妈妈又不知道。穿错衣服要洗才可以穿呢。礼拜一中午。没穿。你都不用洗澡，躺在床上。你现在练一次。喂，你现在练一次，礼拜一中午来找我。啊，现在练。然后那个学校赶快海报来的时候，应该通知你们，你们就赶快去把它贴一贴。好，那我们所以应该，哎、欸，不对哦，应该要等海报贴完之后再来练啊，对不对？海报贴完之后，你们要自己，哎、欸，我要跟你讲，哎、欸，你们自己要。